哎，提醒一下咱们的主播啊，虽然说我们的频道报备了，你的钩呢可以露，但是呢，在你离镜头太特别近的时候，麻烦你还是捂一下，好吧？等会儿再把咱们官方频道给他们封了。好了，介绍我们第二位主播啊，我们的小点心扮演的是武则天啊，王者荣耀里操作难度最大的前五名英雄里面就有他，他是谁呢？没错，就是武则天。如果你的队伍里有一个会玩的武则天时，胜率将会大大的提升。武则天呢是整个游戏里最考意识的英雄之一，武则天的玩法要做到眼观四路，耳听八方，请我们的主播亮相。管理放麦，没有事儿，没给你放麦呢，别着急。哦，我还说呢，我还说怎么那个不行。然后大家好，我是点心，然后今天扮演的是武则天，然后给大家带来一段武打啊。朕偶尔也想任性一下。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，应该还有十几秒，记得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，时间要到了。好，大家拜拜。